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安。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护炉啊。我的箭袋和弓都准备好了。左耳游侠护炉，OK，看起来一定会走亡灵了吗？亡灵或猎人，或亡灵猎，这是一个纯骑士吧的。那个房间了。我的箭袋和弓都准备好了。这一刻我等了好久。对啊，有三个人都两星了，修补匠发条。不过那样代表他们都没有其他东西啊，因为现在就只有3块钱而已。哇，有四个人都有两星，干三小啊！好天啊！你有看到他犹豫一下吗？猎人呢？魔法终结于我手。现在需要只有5个人有两星哦。有5个人有两星，他少放一只，伟憨。2件装，是选错哦。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这有多少恶魔？感觉胆小。完全没有恶魔。你这应该摆到另一边。他为什么不丢这里啊 ？OK，GG，GG， 我们其实应该不可能走这个吧？我在想买水晶石。我肯定。树不擅长运动，你懂的。让我连胜吧！再还不连胜，我不知道怎么连胜。还好他也哦，他有 ，Oh my god， 连胜不了。不，连胜不了，感觉。哦，他有骑士 combo， shit， 美若冰霜，没有猎人啊，我需要再一个猎人。
或是更多战士之类的。这两个是兽人就是了齁，这其实还是有 combo 的。这个应该没有很好，因为现在只会加三个汉格尔的魔力，这两个汉格尔魔力还不会被加。到底可不可以呢？不行哇，想还要输，真的是令人感到心寒。战士伐木机，离我远点。其实好像应该可以把这个放上去挡一挡之类的。超多敌法。哇，这样还是打不赢欸，好烦哦。我需要第三个猎人。猎人，对面有猎人。GG，还有两个两星。从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我也有两个两星，还有三个两星，还有这个 Tiny 小小。我要一个好的弹两星吧。哦，天野啊！利斧在手。其实我应该还蛮想拿法师的，可是要法师的话，一定要有电棍的，就中期啊，中期一定要有电棍，没有电棍法师玩不了，法师玩不了。狼人斧王，利斧在手。这一轮是野怪，希望打得赢啊！我靠，
啊不，不要打他！哦，还行，还行。还没有装，不要这样啊！斧王，斧王。利斧在手，斧王变得更加强大。哦、老天爷啊！利斧在手。要陪丽娜玩吗？会被烧焦的哦。没有人能驯服我。我想再留下伐木机看看状况。行吗？看最后这个，处理不掉，呵呵，敢完全连败哎、欸，哦，末日岩好哎、欸，末日应该比这个好。钻石猎人，我带来了死亡的火花。美若冰霜，这问题是有可能去六猎人六战士吗？干，马上狼就被干掉了。不拘。搞不好我应该舍弃猎人了啦。然后走战士之类。恶魔。这有骑士吗？这没有骑士哦。电魂。好，现在走。这放下来真的是很怪啊！大获全败。二七。狙击手其实是猎人哦。左耳游侠。感觉可以把它卖了三六、哦、老天爷啊，三六赢的话就把这三个卖了好了，这应该打不赢了，嗯，这打不赢了，完全连败，目标采石场，我们要靠小小来打元素 combo 之类的。
Okay. 小小嘞。把他们动起来 ，OK， 冷战。刀枪，把他们动起来 ，OK。啊，老天爷啊！猎人。责罚！看着我的美貌，我从深海中来。这样好像还比较强。应该摆外面。这人太痛了，我升到七等，我等一下升到七等，然后开始塞。其实这可能有点太慢了，等一下早一点开始塞。不过我现在有多一点解决方案的感觉，电魂。可以，哇，三星和那儿，元素万岁！一切都烧起来。我带来了死亡的火。看一下状况。哦，我们的主 TPS。哦，不要靠我的主 TPS。OK。我跟你讲，啊，老天哪！有人打赢我们吗？有。按 A， 往后站呗。九轮，我肯定能弥补你。我现在升级也不知道升什么了，虽然可以升这个跟这个，可对改进我们的这个版面没有什么帮助。
很赞，很赞，赞赞。OK， 我天野啊，光手，光手跟影魔其实都会有点想拿，因为影魔跟这个阵容还蛮搭的。这一轮是野怪，二十轮应该是好打的。也算好打，有双元素。哇，没开到，干得好啊，小小，哇，还行还行。干，不要都不给装好不好？像这游戏很难玩欸。我们要，我们应该要升上去欸。二十。上这个吧，末日。想一下啊，很舍弃这个。赞赞！哦 ，Ghost Ship 也打不赢我们。OK， 一二三 狼人是第四个人类。还是应该开刷一下。他怎么被丢到这边来？你知道我吸血是不是 ？OK。我要找蛇法两等吗？然后还有这个两等影魔 ，OK。健身。主宰随时待命。海军影魔。灵魂。该开船了。绝体，嗯，影魔跟那个很搭，因为他这个是魔法伤害，跟法师很搭。然后船哥也跟法师很搭，一方面他是第四个人类，然后另一方面船哥的船也是魔法伤害。我其实应该会把这个卖掉啊，这个。因为说实在放不上去。看着我的美貌，貌若天仙之时，我丝毫不知自我。该开船了。you
OK。下轮也怪。干，船哥又开一个憨船，该死的船哥，可以认真玩吗？我们要上那家吗？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有点憨啦，可是之后如果有干扰者的话，也是值得放的。80、30、28、35。OK， 北京是你。美若冰霜，见证来自冰川残骸的灾难。这应该不会打不赢吧？应该不会打不赢。这是什么？某种比赛吗？现在已经四个法师了吗？整个游戏里面只有七个法师，可以。对啊，应该要升上去了。那是放蛇法吧？所以现在有一个小问题是，我们有点太挤在一起了。大概是这样。加油！哦，他有炸弹呢！有人打赢我吗？有哎、欸，这个家伙，啊，他看起来好恐怖！船哥两星，赞赞！好像算是我们应该有一个真的坦了。还蛮不错的。应该开刷，应该开刷。干扰者，风暴使者来了。末日干扰者，小小。风暴使者来了。对。是刚打赢我们吗？不是。哦天啊！还好有开药两个船呢、啊。这个减二，这个减很多，一二三四五减四。干扰者，风暴使者来了，高高在上。我舍弃的战士 combo， 啊，三小。啊！竟然有，哦、我连胜第一名，该死的，他是精灵哦，该死第一名，该开船了，蛇法德鲁伊，这是什么？某种比赛吗？
破茧成蝶。看着我的美吧。对啊，我们被那个弄得有点惨。我再站散开一点。要陪丽娜玩吗？会被烧焦的哦。干扰巫妖。我是寒死神。好，哦，这是这个哦，干，那我摆错了，干这样有可能会输。不，他没开出来，一局啊，对，这不应该这样打的，给命锤，干扰。我有点想升上去。我不知道这格该不该放蛇法啊。这第一名。感觉到。还行，哇，还有刺客哦，好烦哦！我等一下要硬升上去，等一下要硬升上去。北京侍女，美若冰霜。还是麦德鲁伊吧。已经是女减一吗？赢的话卖魔吧。对。好像手上有一把，还有 ，OK， 死灵法师，我肯定能迷住你，我肯定能迷住你，电魂，我带来了赐我的电力，光手，乘光而来。看，我遇到第一名了。好，先看看。哦，啊，还没开出来。哦，打赢了，打赢了。赞赞。看起来剩下几个人我都打赢的样子。
至少目前啊。他是龙憨。水晶侍女。美若冰霜，见证来自冰，见证来猎人的大餐。Oh my god！好像我们还有够的 CC。胜利属于我们。这是什么？某种比赛吗？就另外一个哦，这个人是那个。我应该剩下的人都打得赢啊！他几等？他十等，五十块，干！双影魔，光手。晨光而来，我的胡子长长了，该开船了，迷船。如果这个两星的话 ，Oh shit， 我没有白号。啊，我打不赢野怪，真是有点靠背。嗯，少拿装。嗯，可能，可是这是远攻，所以也不会那个。fuck。嗯，直升机。要陪丽娜玩吗？会被烧焦的。螺旋桨启动。已经阴魔。光手就不拿了。光先知。光手不拿，赏金海军上将。该开船了。都打起精神来，迎接你们的统帅。Shit 啊，这样不知道打不打赢。哦哦，哦，还行还行。我们已经顺利抵港。这样有点刷不到起来就是了。就这到这里就没资源了。闪电幽魂，闪电幽魂。哎呀，我是应该把它放上去。如果不用三法的话，看大家的，对，可能应该摆三法。啊，我的憨儿感觉是。全部不见了，我要三法，打他三法，感觉有点痛。Fuck！ 打他要三法。应该开闪啊。谜团，都。
哦，很有可能会被野怪打死。很赞。这是要舍弃了。哦，卖一个东西，应该卖这个。我肯定能迷住你。黄毛霍霍像敌人。No！ 打赢可以买啊。OK， 三星电魂，三星冰女，这还有可能会把它放上去吗？这问题太深奥了。我天爷啊！这一轮是那个憨仔们，其实这个应该会比他好。重点应该这个要放出来，一定要全清啊。OK。赞赞 ！Oh my god， 不然喝了遗憾东西。锤！沉默会不会什么时候不做？巫妖。沉默其实做的事不多哎、欸，最后一个巫妖，最后一个巫妖，哦没有，赞！哦，要再站上一点了，还有那个建设的问题。但我错过一个阴魔，恕不擅长运动。哦，他被沉默了。哦，输了。妈，剩一滴，干！好，然后我不能让那只被沉默，人类在这。好，完全是百位问题耶，好憨哦。可以
把人类摆上来沉没他的憨儿哈。哦，其实潮汐有可能会比这个憨仔好，他完全没有在 care 的。哦，他的影魔，他的那个潮汐干，我输了，因为潮汐。GG 啊，还行啊，还行啊。因为潮汐耶，这其实我因为潮汐加那个也有那加 combo， 可是放我可能应该把东西对到他潮，把人类对到他潮汐会好一点哦。嗯，差一点。